三。工业人，哦，你们听到吗？还以为我，你好像我，现在见面还在想，啊，我特别喜欢台湾人的其中一个东西，就是你会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。不只是演唱会哦，就是平常的话，哇，你今天好美哦。但这个是改不了，改变不了，改不变了。我刚刚说，改变不了的是，其实香港人也是很想说出来，但是很奇怪，你在每个地方都有他的磁场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我下飞机，哇，回到香港就，哇，为什么我矮了？你们又来了，这叫什么红什么？红标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什么台中、高雄不去吗？考虑下一轮，考虑一下，拜托，明年台北17场，所以哦 ，OK， 听者有份哦，你们每个人如果真的办17场。你们每个人可能要多买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很讨厌算东西啊。你们会去哈？其实我一直很想去台东哎，我没去过台东，花莲啊那些，对，很想去。去捡一下那个。浮木啊，那个漂浮的那种，然后就整天在雕东西，啊，完全听不到你们说什么。是对的，没关系，我会问，我待会问什么，当下肯定会知道。怎么啦？谢谢。真的，终于有朋友说真话，说我很帅。真心朋友。当然，这个很主观啊。非常主观，有人说我身材好，这个是我永远不会相信的。身体好比较重要，身材好，哦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，不是你们啦，就是在旁边包厢的朋友，包厢的朋友，其实你们。音响，听音响，那个音响可以吗？是可以的。包厢是比较贵的吗？还是因为根本你们没有去抢票？就是认识我身边的。
主办哦。没有，我只那些不用，我只是关心你们的听的，看呢，看会不会太就是角度 OK 吗？嗯，那就好了。嗯，他们太开心了，不管了。Yeah, we are good. We're really good. 我们非常好，非常棒。管你说什么。OK, 那就好了。好，问一下后面的，我很想看到你们，因为，其实好像也比香港的，像。是更邪吧？哎，不会吗？啊，大家还是很壮观的，对，真的。你们听得清楚吗？OK， Thank you。下面的朋友还 OK 吗？其实这个也很重要，因为喇叭也没有特别照顾你们哈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好，是不是头两首歌库管的有点就是震的很厉害啊？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们的 front of house 它聋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明白了。哦，要来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他耳朵非常好，他是 John， you OK， we good now， OK， we good， for what？ 还没完呢，刚刚只是休息一下，现在是从现在开始一个回顾。二十八首歌，我忘了，反正那个重新，但是回顾的当中，你知道吗？不用费力，不用费神，不用想那么多东西，就是要动就可以了。Let's hit it。